据美国绿建筑协会 LEED 规范，建筑物只要建置高效电动车充电站，均可获得绿建筑奖励点数。建置台达高效率电动车充电站，鼓励洁净能源交通运输，大幅降低碳排放量，提升能源使用效率。不论是员工、访客，都可以利用洽公时间进行电动车充电。手机简讯通知取车，体验环保又便利的商务环境。